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们现在在这里为大家现场直播2010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的比赛。那么今天这盘棋呢，是由辽宁菊花岛队的主将彭泉七段对阵山东景之酒业队的范廷钰二段。那么今天我们请来的讲棋嘉宾呢是郑红九段。郑老师您好。你好。棋迷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为大家直播这个围甲联赛第二轮的比赛。这盘棋这个范廷钰啊，是非常年轻的一位棋手。对，他今年只有14岁。但是呢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就是在此之前呢他取得过新人王的冠军。这么小的年龄入段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对对对，还要取得这个头衔战的冠军，而且现在看起来这小将真是太厉害了。确实是很厉害。我还跟他交过手。是吧？过一盘。是在去年的这个围乙的比赛当中吗？还是是网上选拔赛还是什么比赛？我忘掉了。当时就是感觉还已经非常难下了，一两年前了。没想到进步这么快。今天这两个队呢，像辽宁菊花岛队，它的前身呢是京西地产队。它今年的主将呢，主要是由罗喜和彭泉，应该是这两个大将来担任。那么也当然有一些小将的补充了，像唐伟新哈。那么这个山东景之酒业队呢，是山东除了这个联通队以外的另外一支队伍，在甲级队当中，它是去年的升班马。那么这个景之酒业队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景之酒业，景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山东的齐鲁三大古镇当中的景之镇，所以它被称之为景之酒业。那么酒业，顾名思义，当然是生产白酒的，就是它在白酒界呢是非常赫赫有名的一个企业了，在中国酿酒界呢，它是以双百强出称，而且呢是全国百强，在全世界呢也获得过很多的奖项。所以呢，这个企业呢，而且创建于1948年，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62年的历史了，非常悠久啊。那么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好的。今天这盘棋呢是由范廷钰执黑先行。这个小将担任主将的位置啊，估计应该不是很常见的哈。一般主将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都派遣那种等级分居高的居前的那种大将来担任。也有经验哈。但是现在好像比赛我看一下，好像真是很年轻化了。很多年轻孩子都已经当为主将了。像我们这次都有点老了。也没有，主要是这个山东景之酒业队呢，他本身就是他上场的4员小将年纪都不大，还有3员小将是连笑、张强和毛瑞龙，虽然说比这个范廷钰要大一点，但是实力并不见得就比他强。所以可能是派遣小将上阵哈。年轻人势头比较猛嘛。确实是。去年好像他们从韦乙升上来的时候，就是很年轻的一支，他们是拿了冠军，好像是吧。反正是升上来很顺利的就升上来了。这个山东队就拥有了2支这个围甲队了。没错。很厉害哈。高挂啊，这个目前布局还是一个同行。拖一个。现在不同行了哈。现在对。再同行他就得挂这个了。这布局呢反正也是根据各自的喜好吧。好像什么都可以。这个拖退呢就是捞实力。如果夹击吧，就常见的2线夹比较多见哈。这样。那这个变化就比较多了。那就是另外一盘棋。对，这样有跳啊，有飞，这个飞也比较多，大飞。要刀。那这个变化就是比较多。选择这个拖就比较简单。对。以彭泉的棋风来说，他好像比较擅长那种，就是前半盘比较平稳，然后后半盘收束一下那样。他就是非常不喜欢战斗的一个棋手。避免战斗，他的棋。范廷钰，可能年纪比较小吧，我对他棋风也不太了解。那你跟他下过棋的话，应该对他比较了解吧？也是仅仅了解一点点，因为只下过一盘。他我感觉算的还是不错的。计算很好。对，
那现在年轻人好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计算力，可能他们现在做死活题也很多，是的，是的，年纪轻啊，他脑子转得快，所以说算得很清楚，反应很快，哎，所以说在局部的这个搏杀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他比较出色，对，那接下来好像还是下了一步比较罕见的一种下法。啊，还破仙了！我都没有找着他下哪儿。他是到这中国流来走了一趟。我以为他会在这一带下街上，或者是大飞之类的，或者是他不走的话，也是往回拆比较常见。对，一般来最常见的就是你说的街上啊、火上之类的，要在上面走。哎，他提前挂了一个呢，还有点好处。比方说我们像这样，然后再拆过来。哎，这个是可以说是十盘棋至少有七八盘以上可能会选择这个这样的下法。这样黑棋感觉还是比较满意，那么白棋接下来可能跳脚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白棋这样一来的话，先守住两个角的实地，很坚实，然后再以后再在黑棋的模样里面怎么下。对，那接下来下法也很多，比方说拆回来，也有可能脱先了，都有。但你说这个白棋为什么要跳下来不跳？比方说去夹击，那它就会拖进去，有点讨厌。拖这个。这一拖。两扳。这白棋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应手。对。自身呢，这个脚也不是显得很安定。你要接上这个黑棋一虎，那黑棋就简单做活，那白棋没有开拆的地方，好像还没活干净，那这颗子好像也显得孤零零的，就不是太妥当的感觉。那一般这个布局好像都是白棋跳一个，是不是比较多见？对，比较多见。那就是夹击了，我们给大家就再多摆两个变化，挡下去。对，挡下去它就要断掉。管一个，然后打吃。长。打这儿吗？还是照一个？通常是照一个。照一个。哎，照一个，看黑棋下什么。黑棋接上，他一退能把这个黑棋给杀掉。单长就已经把他三个子吃干净了。现在。但是这个吃掉是很讨厌的，待会儿这儿一跳。是，然后再一冲。你只能接在这儿，然后外面这两下全是先手。对，四个先手利用这个，你走了四手废棋，吃了六目棋。这样感觉好像是不太好。这借用太多，所以说这个冲下来感觉这样走成这样的话就不是很理想。一般说这个子如果在这儿的话，这样会好一点是吗？哎，这样稍微要好一点点。跳夹一个。你这样两个子至少是已经吃得很干净了，不像刚才哈，这到处都是借用。是，借用试一下，这个太厉害了。没错。所以是，如果说是二尖夹的话，一般在这边还有子的情况下，是不是白棋不太肯选择这样的下法？对对对，白棋不肯。当然，白棋也可以考虑一尖夹，但是一尖夹即使下成这样，那也是一个差不多两分的形状。因为这样虽然吃住，它将来这一搂，你也就是四目棋是看得见的。目数并不是很大哈。对。但他没有实战都没有这么下，这个还走。如果接上的话，他渡过，然后立下去，立下来，黑棋贴起来，贴起来应该是充分可战。而且这个子，我觉得它的位置挺好的，拖了连扳之后，好歹对白棋这块棋还是有一点压迫的感觉。这期白棋也比较难下，你要这个地方走一走呢，它可能被黑棋反夹过来。你要拆二了，黑，你要比方先点了，这个可以先拆过去。那黑棋这一震，就好像。正在这里，白棋很难出头，是吧？对，出头这尖还在一跳，好像出去是比较困难。因为这种地方有靠的味道，就是，所以说白棋呢比较难下了，像这样。实战呢，黑棋并没有选择这些下法，他连这个虎都没有虎。他在这儿下了一个中国流。这个直接脱先，这个黑棋讲究的是速度，看他是想以这个模样，速度来对抗白棋的这个捞实地，快速展开他要。白棋加了这个，这个很有意思，在这儿加的，还以为这种棋形人家不接嘛，这最容易想到就是断一个哈。通常都是这个断。是的。这个断实际上。黑棋也比较损这个毕竟损了这个两个子了。
断一个接下来呢，如果黑棋要长出来的话，白棋就可以长这个，对，长这个。嗯，那么你再拆二呢，我就上边再拆一个或者挂过去。当然，黑棋可能也不马上那么走，可能不长是吧？他可能对，可能不会长，他也许会担心人家是不是先把这个这一带拆过来，或者拆高的，限制住你发展。如果你要花很多手速来吃它的话，你感觉速度又太慢了哈，这个棋。对，黑棋现在看这边。这条边上，这条边上，然后下面现在轮到黑棋走，对，速度比较快一点。嗯，如果不走了，将来再被黑棋藏出来，那么这个白棋就说这个断呢，比方说这落了后手哈，下一个，哎，将来被黑棋再藏出来，白棋呢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利益了，可以这样说。嗯，这个后势就已经被限制住了哈，这边拆不过去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不愿意断的这个原因啊。嗯，各有道理，反正也有各有好坏不同、啊、对，反正围棋就是这样，哎，有好的地方也有它坏的地方、嗯、哎，直接断到这儿，黑棋马上走上比较困难一点。嗯，他实战呢拆在这儿，他拆在这儿，接下来还是要断他吧，这个棋、哎、将来有机会再要断、哦、对，但是再断的时候，他显然这个子就是很怪了，你看往这儿放一个、啊、当然不如把我觉得也很奇怪、哎、但是他这样走呢，他就是不着急去断了、哦、就这个断在看时机哈、哦、对，看时机，或者他以后这样总攻他啊、哦、就干脆不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棋形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很奇怪、嗯、黑棋这种有靠之类的，就是这靠一下白棋挺难受的啊、哎、就不要这样打出去，打出去不太好哈、嗯哦、对，就他这样夹击他有他的道理、嗯、相当于你看他下了一个高中国六是吧，高中国六黑棋马上去挂就吃亏了，然后白棋拖，按道理呢、嗯、应该顶的，结果他来搬，所以方向呢不是太好，所以说白棋就从大局来考虑了，这个先拦住他、哎哦、这个夹击还比较好、那么他一旦拦到这个之后呢、现在黑棋我们刚才说白棋断这个呢，黑棋会拆上面、对、现在上下两条边呢，就是说白棋可以各去可以走到一条边吧，最起码是，哎，就是看黑棋怎么选择了、如果黑棋还是选择这上面了，那么白棋肯定就算落后手在这下边走了一手，黑棋接下来就不好走了，你看他在开始逃跑路的街上或者是飞，这个让白棋拆出去，黑棋这个子就显得怪怪的了、那白棋这个子就刚好，哎，对，正好等着他的、正好限制住黑棋的发展，哎，慢慢攻击他，是的，所以说黑棋呢不能从这边下棋，下边就显得更着急，他下的是，哎，下的这儿啊，这年轻人的棋真是有点出乎意料、对，所以说这个围棋布局理论啊、各方面的意识啊，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没错，你看过去都是说下这儿是最常见的、这个下的好像是正好中间哈、哎，也有下这儿了，就是说偏中心这个结实一点、这边选的空一点，为什么说这个空一点呢，因为这边也空这边也空，他就干脆守住一方，这个呢就是两边都要兼顾一点，但是你走到这儿，白棋待会儿将来就会放心的往这儿走，你走这儿呢就不一定是吧，一个走这儿也不错，但是他就有可能从这儿挂，对，给了白棋一个选择的机会啊，但是走到这儿一般情况下好像还是反正比较难想象他的意图他的意图呢是现在的就经常下类似于这种棋啊，包括像下这种，我有见过，但是这样的我还是没见过。这个就是说，它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也在不断的研究它的好处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它走到这儿，显然这边小的，它是重点是防这边。那它要再进来，黑棋再一尖就比较好了。你看你再尖，这个是我们原先下的定式，本来是你走这还可以跳。对对对。走这儿你就不能碰上去了，你只能缠，这有点过分、看起来它尖或者飞、啊，飞可能好看一点，甚至于爬过去也不错、我觉得爬过挺好的、哎、爬过也不错、这个黑白棋呢就好像怪怪的，贴得太紧了，是，所以说这个挂进去呢它就不太好了，这个子的位置就对于挂来说呢压力要大很多，这样，对，这个就是它的好处，但是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那这个地方离那么远，这随便一攻过来，那这个黑子就很危险，或者是要受攻，就是说他这个子的意图呢就护的脚多一点，对，那这个子呢他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害怕哈、哎，是这个意思，他是觉得不是担心那么怕他攻过来、但是攻过来确实也是蛮厉害了，黑棋就跳起来吗，还是要拖脚，
我觉得还是跳起来吧。哎，这个也是看棋风的。嗯，头脚也未尝不可，也可以考虑啊。你这样，他马上就安静了嘛。你白棋看下什么呢？打吃。哎，通常都要打吃，然后再看是吧？是粘上还是挡下去的问题？反正挡下去呢，这个就落后手。黑棋难道实地？嗯，把脚先拿到了，那黑棋也可以。对，粘上好像差一点，我觉得这个再被白棋贴出来，黑棋贴出来，它只有差一的位置了，好像不是很理想。我觉得那觉得黑棋还行啊。嗯，对，甚至于还，我觉得说不定还有这种下法。哦，还有顶。对，要放我没准我就想这么想，因为你冲不断。嗯，这个位置是挺管用的。你走到这儿吧，这个尖一下，你看你就难受了。对不 对？这是双方的要点。嗯，那走到这儿，有了这个，我肯定是要挤着跑出去，而不会这儿是傻乎乎贴出去。哎，这个顶了跳出去挺好的哈，觉得这样挺好的。对，虽然给他顶后，但是由于只有拆一，你也不好意思拆了吧？就是这个拆的有点难受，不是人家尖顶，你还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走。对，嗯。所以说我们下棋啊，要灵活处理，不要说是啊死背这个好像这个经常下了定式。嗯。这个就是黑棋看是不是很担心。嗯，看一下实战白棋他如何应对人家这个这招。他挂在上面，还是贯彻原来的意图，就你下下面这条边呢，我就走上面这条边，一人一条边。咱们布局理论就是往宽的地方走，对不对？有挂角了先挂角，能拆边就赶快拆边，那没事就去搞那种名堂了，看不清楚。这一开始如果就一间家加进去，就容易导致激战。那这样一来的话，可能谁都不太好把握。哎，特别是作为白棋，万一落了后手，那上面这么宽这么广的一个地方，又被人家黑棋占到，他肯定是容易吃亏。所以说，先往大的走，不会出大错。啊，掌握这个原则，他跳。黑棋跳，往回拆一个。白棋下的还是挺中规中矩的。哎。黑棋跳起来了，你看，他就不按常规下了，按常规，这个是最正常的。那这个走了，这显然不肯，效率太低了，太慢。当然也有飞了也没有下一手，飞了也不对，这个怪怪的，好像也有打路的。中间是欠一手，所以说围不住，干脆不围，而且就上来布局就围控，好像不是特别的好。他如果说飞完了跳起来呢，那还不如直接跳起来，因为直接跳起来之后脚上那个点三三是不是？哎，对对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就是飞了以后你这样走了以后，白棋可能会反点你。哦，刺。直接就挡下来就麻烦。哦。这个单受不了，对吧？这是双方的要点。这样反而容易处理啊！你多了一个子不见得有用，可能是起到反作用，帮白棋把这个脚补上。你要不走的话，黑棋他这个招不好意思这样吧？那直接去拐头了，他也扳不了，扳了就黑棋就虎了。对，所以多一下交换，不见得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下法。对啊，单跳，以虚对虚，现在就说黑棋虚虚实实，他兼而有之。关于这个跳呢，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限制住白棋的这个模样的发展，这个也是一个双方的必争之点。现在呢，白棋要考虑怎么清消他的中国流。那么刚才我们说直接挂角呢，由于这个子的位置太近了，对他挂角的那个子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彭全选择的是在这儿中间震一个啊。这种阵呢是非常难以掌握的，因为它到五路了，一般说都高一点在四路，低一点三路看得更清楚。但是现在作为消控的角度来说呢，就无所谓了，就把它压低就行了。对。还有刚才说这比较窄了，进去不方便。那比方我这样削了两下，将来呢再去套，要就套就套到脚上。是。哎，它有这种手段。它两边那个距离是一样的，你拖三三刚好是走在中间的位置。这个就是白棋的一个想法，所以说他肯来震一下损控，所谓的。看看黑棋怎么应，他是跳在底下，跳在底下稍微坚实一点，比起飞在上面来，是不是？对，这个走到这儿的话，他可能就会来直接靠三三，我觉得他可能会来试一试了吧。是的，再不试，所以危险就试不着了，可能。再被人家加一个的话，你可能走不着那底下的手法了。来看看你下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要退字的话，反正就留有这个将来一打、嗯、这个有一活棋。哎，这个大家记住，这个是虎，这个形状、嗯。哦，这个形状是虎的。如果这边在很近的情况下，但立下来就进虎。嗯，是的。啊，这个远呢虎。这还要打了战场，这有爬先手，就很想爬出去给他活出来啊、哎哦！对，哎，直接爬出来也挺好的，也可以考虑，也挺好的。嗯，直接爬出来，你这个也蛮厉害的。他吃了，吃了就立了，对，就立一下，这个挺好。这个好像、嗯、也不错，是了。这样吗？还是直接一点跳一个吧？我是想拖一个啊、哦，想拖过去。对，我第一感是想拖到这儿哈、啊。他如果走这儿，拖完了翻吃一下。对，我要翻吃他一下下，还、哦、要拐，然后再往大、嗯。啊，这样挺好的，这些白棋太成功了。好像就把黑棋给打垮了。黑棋有点，这地方有点崩溃了的意思哈、哎哦。对，这个爬很厉害，所以说黑棋比较难下，嗯，比较难下。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还真是有点麻烦了。这被人家一拖。这种棋形、啊、请大家记住，对对对，两边拆的一样的小木可以三三拖它一下、嗯、考验黑棋一下，你是往外搬还是往里搬，搬完了我一段你打算走哪边，对，这一段，嗯，要走这边呢，这个它是不是有什么碰的这些手段，嗯，在这边可以考虑腾挪、嗯、所以它这个我觉得跳在第一的话会好很多啊，它坚持一点啊，对，这样就借用少了，嗯，二人走这儿，它是不是就有可能搬三三，有没有可能？嗯，也有可能。像你藏出来的话，我就虎在这儿、啊，是不是？白棋这个子跟这个子也不太好兼顾哈，两边。对，嗯，所以说他暂时不动，看看情况再说啊。大跳，在这儿。浅削一下。嗯，先把这边清削一下，看看黑棋会不会在底下硬。嗯。在底下印呢、嗯、这是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太示弱了，觉得对这个可能不太好，嗯，一个呢很有可能被人家封住啊、嗯、哎，白棋下的大局一点就封住，要想掏空呢就直接把它掏了，嗯，他三三这个子，但是我下的话肯定是还是飞在外面好哈、啊、照顾自己的这个弱子、嗯、这样对这样可能好一点，但作为黑棋来说他可能也不愿意走，你看这个三线走的太多的话、嗯、再加上这是小飞小跳，这个效率太低了、哎、不是很高，确实是，而且脚还没守住，还剩一个点三三呢、啊、人家一点三三你这空的没剩几目，就是，所以说黑棋是这个时候呢做大模样作战、嗯、不是来围这个小空，一定要出击，他实在是先来这个，对，先飞出来，嗯，那么白棋守住在这儿，哎，交换了一手以后呢，这个白棋至少下一手连落他就不可能一下子那么利索了、嗯、但是作为黑棋来说他还是不想从这儿走，从这儿走一个呢他可以先逃跑啊，比方说我们先逃跑，嗯，将来这个点脚就让黑棋特别痛苦、嗯、太窄，人家补一手好像也是跳跳跳飞，这个效率 也不怎么样，也确实不怎么样，所以说这个黑棋啊就没有心情在那走棋了，就不想从底下飞过，反正是啊、哦，那不飞过怎么办呢？我们来看它，对，直接，嗯，啊、哦，看来是要进行绞杀了，局部在这里。对，这个就还是有它的道理。它现在、嗯、这个首先要看甄子有厉害，你要甄子不厉害就搬住你了，搬外面哈、哦，哎，你肯定是要搬断我，要连搬，然后断打，哎，黑棋一长，现在呢白棋争它争不掉，对。嗯，这两个子，这个正好是一个，还正好这两个子的间距居然中间是不可能把人家争死的啊，除非他是，我还得有个引针，那先引我一下啊，不知道引针有点厉害，嗯，现在引着了，引着了，啊，那还引针还是有点厉害的，那如果说引针的话，黑棋要脱先吗？这样？那要引着了，这个被肯定得脱先，啊，冲过来。要不这个被蒸了，被蒸掉受不了。啊，要不就这个下法，待会儿我们看看，可能有说法。对，冲过来，冲过去，这也蛮猛的，这个。啊，要不他就藏到这儿，你要冲这个，嗯，干脆全部关了吃了，这么数空，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这就是我的了，就不管了。嗯。不知道是不是，反正白棋再进来的话，我就要杀你了。白棋可能也会在这捣乱，你也不一定都围得住。全是他的，全是黑棋的，估计黑棋还是不错。对，那这个就是要赌输赢了。嗯，这个还是什么煎一下，脚下拖一拖。对，他
我们也有一定难度。觉得要活，好像还是有希望能活的。有希望，反正有希望，希望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一般情况下是血管扭断或者搬一下这种，可能还是有点希望。要进沙塔还是你看还是有点难的，不太好行。走在的话，有点空旷感觉外面。是不是就连搬进去了？嗯，连搬进去。对。啊，这个不好，不是太好上。这么打走，接上的话，这感觉就这风险很大，万一杀不掉的话。嗯，这个地方飞一下，飞一下，然后顶住它。自己还得忙活。先把黑棋逼活了再说，先让你自己先做。反正是这个就费脑筋了，这个这属于年轻人比较擅长的，他这个计算变化太多了。对，像这种地方这么空旷的话，一算就得几百步的算，一百步都是搞肯定是搞不定的，估计得照到两三百以上算，因为它的变化路数太多了。对。所以我们站在这里一时半会儿恐怕是算不清的。哎，反正就是说，这个就叫麻杆打狼两头怕啊。嗯，这个白棋也肯定也有担心啊。嗯，万一被他围住了，那要不如果黑棋不敢这么来走的话，刚才说了，这么那杀他没有必胜的把握，那他就不能连扳。那他就只能退。单退，对，单退就没有引证问题，那就已经软了很多了，就再断是吧？再断吧，这个可能应该要断，打，长，再压，压，这顶住吗？断了，是不是再压有点过分了？哦，再压要断了我，是不是这？哦，是这样子。啊，要不就不走了。那黑棋不走，黑棋拐一下也挺讨厌，是吧？不走。你不也要断我吗？啊，不走嘛，肯定是要往逃跑了。先中间走一个，或者是哪儿走两个。黑棋不过，就黑棋刚才他不想往底下飞过，他可能下成这样会好一点，是不是觉得？对，他至少比飞过好多。如果能吃成这样，你看这白死了一个，这样的形状呢，稍差，但是你白割了一个这个棋，好像也有点好像没法看。就黑棋在说这两个词可能算了一点，但是。没有这两个字的话，他下不成这样。对，所以说白棋呢，普通一点的第一感是从外边搬，大概会形成刚才这两个变化。那实战呢，还往这个缝里边钻，这个还比较任性呢，就是说，作为黑棋来说，当然会考虑到他从这儿钻，送他下去，先冲下去，黑棋拐一个，对。先把自己补干净了，要不然的话这边还没有干，人家是不是还要从上面搬他？啊，暂时不敢了。现在肯定不行。啊，对对对，就是说如果他不拐的话。不拐就要搬他。是。嗯。这样也蛮凶的，黑棋啊，把他冲去。虽然白棋冲下来了，但是白棋有点薄，得逃跑。现在就是这三个子非常重了，不能再弃子，什么都不行了。是。所以这种棋啊，就是说确实是非常难于，双方都难于把握。现在咱们包括判断形势啊，也都很难，因为难于把握，所以说这个形势就很难判断，这个是相关联的。把握不准，那就是或者是到底他这个地方能成多少目，这个白棋有多薄，这个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不仅是说业余棋手看不明白，实际上像我们专业棋手，这个看这个也很头疼。就夏老师，你接下来到底会下成什么样，心里没谱。所以说这个白棋接下来要加强跳，他这块棋肯定是需要处理了，不处理没有眼位，太危险了。那凭我的直觉来说呢，这个战役黑棋至少还是可以的，很有想法。你觉得他不错？我感觉哈是这样的。你看这些跳都是实际上，他又守到底下了。哦，又守到底下啊。对，他很坚实，因为这个第一杆哈随手就往这一摆，是肯定到这儿了。为什么要走这儿呢？可能还是有点说到了，可能是我估计他是怕点，这个应该是接上，对，再一走，这样的话，这个基本上跳，这个算是先手，这个跳我可以爬过来，爬他退一个肯不肯？不知道，本来我是想靠到这儿，能不能但靠现在呢又来不及，他是这样，人家接下就吃掉你了，就说这个也有可能忍一下，忍一下，差一个先手，忍一下他就走这儿。
像将来在这个地方啊，不过这个肩有点熟哈，反正将来就会你就会往这儿退，就下成这个样子，对，空也不多。嗯，那白棋中间还要讨一个吧，应该。就是怎么飞一个之类的。嗯，这棋形有点薄啊，看起来。嗯，啊，就感觉呢，这个被他这个点到了，这个是不太舒服的，因为这个白棋是先手点。嗯，哎，无形当中就把黑棋的空要破得多了一点。嗯，所以说他是选择这个一路跳，啊，他选择这个跳呢就跳在底下更坚实。哎，这个再点肯定也是有的，但是呢，就会落后手。这个无所谓了，你再爬我一虎口，嗯，你跳点也无所谓，就是破几目棋的事儿啊。嗯，所以说黑棋这个，你看他都是有讲究的，走得那么，好像为什么那么怕了，他躲得远远的。嗯，实际上还是也是有想法的。先，嗯，还有一个下了这儿，小尖一个，小尖一个就觉得是不是脚上空了一点，就被他压过来可能。哦，硬啊，接着往前往压。可能是这个压讨厌点，你硬嘛，他就跟着你下，会不会是？你是怕脚上直接来是吧？我不是怕他直接来，啊，就是说如果说他先外面走一走的话，脚上以后拖一三三。嗯，对，是像这种棋形的话很容易被人拖三三。哎，就是说第一杆是走这儿，这个是最正常的最快的一个下法，但是由于底下有点毛病，所以说我就是想到这儿，这个呢就兼顾到这个问题了。哎，如果这儿不出问题的话，这个棋也是可以了。啊，下一手要封啊，这个也很大，所以他，我估计要压过来，要压过来，那黑棋顺势加强也可以啊。对，就搬一个算了。哎，这木薯也撑得挺大的，这样。那么黑棋就啊，脚上已经彻底实力化了，没有任何手段啊。对，就基本上是供这三步考虑哈，这两步，这一步刚才已经说跳一个飞一个呢，不是太好。啊。然后就是跳底下，还有小尖的问题，对，这两个可能考虑就要多一点了。实在还是尖了，跳到这儿。对，跳到这儿呢，白棋顺手就把这个刺掉了。嗯，接上，他也不考虑点进去的事儿了，然后搬一个。嗯，这下的很有意思。这个初一看有点熟悉。对，这个招法，我以为就是说。搬一个嘛，最容易想到就是人家走这儿，然后你把这个打吃掉。他是不是想着打吃掉以后，外面稍微这形状看起来好一点？因为刚才如果说点到底下接上的话，外面这白棋的棋形稍微有点薄。他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想逃跑，逃跑之前先搬一下。你比如单走这个呢，这个怎么说呢？虽然是可以的哈，但是你不一定搬得到，一个有可能被他立了。嗯。是吧？这还有跳，嗯，这种地方看，就看着它的棋形好薄啊，觉得。这说不定有没有这种地方？万一他在一棋，他给你挖进来了。现在不成立，现在被打死了。啊，对，现在贞子不立，当然不去了。就是说，一旦贞子有利，他挖进来，你就讨厌，你吃不住他的话，你说我只能从外边吃一个，那就难受了。你看看，白棋的棋形有点渐薄。哎，你要这么一吃，还贞子有利，两边都能逃的情况下，那白棋就崩溃了，那么多断点。就是说他这里如果打着一下的话，这个棋形就看起来好多了。哎，我们看一下打着了一下，如果这个打着一下，如果下成这样，再往没那就下不出手了，对不对？这边已经走了，怎么下都可以了，就是，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区别，他呢白棋这个是要一个步骤，嗯，二路搬一下，那黑棋呢觉得这样被人家打着一下不舒服，他就不想走了，脱先了。那脱先了，显然是上面啊，先小飞，一个空旷，二一个有自己两个弱子，对，一定要处理，不能老搁在这儿不理啊，对不对？哎，别的地方都走得差不多了，嗯，那左上角就是最大的，飞这个，嗯，这个棋呢，一般也是常用的，采用这种小飞啊、大飞这种下法比较多哈，就实战的小飞和大飞，对对，这个或者是，哎，这个好像现在是不是有点显薄了？嗯，对。被人家小飞的话，哎，这是不是以后马上就要动手给他穿断了？就还得补一手，就是，就相当于你走这个还飞，你往这儿飞一个，就好像对差一点啊。那小飞呢？他反正一时半会儿可能是不用走棋了。对，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说，尖，冲也是很流行的一种下法。哦，尖冲。哎，尖冲的话，白棋贴起来。应该是贴起来了。退，再贴。啊，再贴。
白棋好像往这边走棋也没什么意思，还是要回到上面吗？还是很大，好像、啊、好像是挺大的，要不然被黑棋从这儿下去了就把控住、嗯嗯、这时候没准就有可能是不是走得大一点把围捞算了、啊、对因为这很窄了，有时候为什么还不愿意走小大飞、嗯、大飞就说接先手，但是现在这么重复，你接先手就接先手了啊，你走这儿呢明显这儿留一个打住，对，先一手把控围住再说，哎，所以总这样感觉黑棋，哎，白棋呢应该是目数还是也还、嗯、也还觉得还比较满意哈，可能对、啊、全盘目数不错、哦嗯、所以说黑棋不愿意这样走出来，因为这个很厚，你走出来这总府能围什么东西好像看不出来哈、啊、对，所以说他走到这儿先小飞一下、嗯、他也只能小飞、嗯，他也不是说只能小飞，但也可以大飞。大飞呢，这个他就大飞他这边接住就有先手了 啊，这个我要靠下去。那、啊、你大概要硬一个吧、啊。他说明就从底下捞了。啊。这种可能性是有。是。嗯、所以说他这个。小飞了一个。小飞。不让这个黑棋太多借用。他小飞完哦，他挂进来，挂出这个字。嗯，还要攻击人家这个加接的子对，这个很厉害啊，白棋飞先刺他一下，刺他一下总觉得黑棋会挡住吧，哎，这样挡住呢嗯，他长长我就接上是吧，哎，我的先手以后他这个棋然后就要那就中了，他是不是先飞出来也可以 飞出来，哎，这个底下渡不过，嗯，如果飞这个的话是不是被一跳就跳断了、嗯、这样啊，很简单的一下就分断了，是，首先这儿逃跑已经很困难了、嗯、黑棋你跳还得给你罩住、啊、已经被罩住了啊，那出不去就麻烦了，就是啊，所以说不敢轻易硬了、啊、对，看起来黑棋这个招法是不是稍嫌过分一点，有一点这种感觉、嗯、但是他主要是不打住他觉得难下一下，你替他想想办法我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当初这个飞就接下来这两步棋他应该这两步棋是连贯的下法，对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稍嫌过分了一点啊、哦、他反正就想这个套路目凶一点、嗯、如果你是这么普通尖的话他可能就会，我估计会把这个连上，嗯，这个轻处理，因为你也没有，毕竟没有联络，嗯，你要全部吃我好像也不是说一下一口要吃得住的哈，嗯，还能腾挪、啊、这个呢他还真是，这小飞完了之后被白棋一点确实很麻烦，嗯，那如果说他要继续自己一个人跑的话也不知道怎么跑，他说跑都觉得乏味啊、嗯、刚才说不知道下来了，你走这样、嗯、没有什么好的，走这个搞不好还要跳断你了、嗯、走这个又太小气了一点吧，嗯，有点奇怪、嗯、就那还不如直接刚才一步就接通过来，如果只是说纯逃跑的话、嗯、这个可能还相步还跑得快，或者干脆就不要走了，我先搁这儿，搁这儿，然后先把这个该走的走了、啊、点三三，点三三单也是一步棋，点三三、嗯、这个地方让白棋走的话、嗯、白棋要怎么下我也不知道他要断吗还是怎么走、嗯，反正就是都下薄了呗、嗯、你点三三他得这边先处理、嗯、对，那边看情况了，反正他实战的下法我觉得好像稍显有点问题，嗯，被人家一飞他又不敢硬了，他倒是蛮灵活，嗯，被他飞一个之后他就往二路这样飞过，嗯，然后这个你倒也是没有办法啊，倒也是没办法，就是你感觉这个白棋这样一出好像比较顺畅、哎、觉得不错、嗯、其实也不见得，黑棋这儿也挺厚的啊，以后中间也不见得好围控，对，还有可能也就是说全局、嗯、从局部来看呢好像白棋这个冲过这个损失还是确实有点大，嗯，但是黑棋通过这样漏过来以后呢，同时这块待会儿点角就非常厉害了、嗯、啊，反攻白棋这个左下角，对，他现在有了这个飞之后呢、嗯、这边就看清了，反正这都是残子、嗯、你想吃就吃一点就算了 啊这也是他的一种想法吧，我觉得先把这三三点了、哎、三三太大了，现在总体来看这盘棋布局呢，黑棋是好像是处处这个都在出击，或者是尽是一些出击的手段、嗯、还有新手不断哈、啊、就是说打破了我们一些常规的下法，嗯，很灵活啊，
白旗呢是稳扎稳打，按部就班，这个跟那个风格啊，这种性格啊，还有这个年龄可能都有一些关系。对，彭泉呢是比他大有将近10岁的样子吧。他去年呢是09年的联赛呢，他是最佳主将，发挥得非常出色。但是因为他们队的其他队员发挥得不是很出色，所以他这个最佳主将呢，他个人成绩比较好，但是没有把队带动起来，就是，比较可惜哈。挡住，爬一个。白棋靠上去，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如果搬下去的话，会遭到黑棋断掉。对对对对，可以断。他现在就是在防断，有这个想法。横着靠他一下，看看黑棋是怎么应。这个就是属于比较高级的战术了哈。那长出来是不是也有点奇怪，被人家搬粘啊？对，长出来这个棋形就不太好了，搬粘正好点到这个形上，正好一点方。你别的地方又不好走，你走这儿肯定还要给你扭断。本来搬嘛感觉是最凶，但是好像战不过白棋，毕竟白棋这边还是人多势众。对，黑棋就这么固定你几个子，那贴身战肯定要吃亏的。黑棋这里还是要下的稍微自保一点吧。哎，这步顶呢就是比较灵活的下法了。往这里尖顶一下，白棋顶。那这个是破坏他的棋形，这样黑棋再回手来搬过来呢，就非常好了，目的就达到了，好多了啊。这样，所以说黑棋也是下的很精确，很小心。打吃，提掉。接上，对，这个因为刚开始啊，这个还是布局不久，打劫，至少这个劫才是打不赢，你可以断打他提，这黑棋只能粘，只能粘。那这样的话，他从这儿先搬下去吗？还是搬下去当然也可以，搬下去是，搬下去还会被藏，我担心。哦，先藏一下。会不会先藏？先藏拐到这儿哈。这个也是蛮复杂的一个下法，挺看不清的。现在他会不会？他要从你要从这儿打吃吗？这个也是挺复杂的，你打上长，然后冲他一下，搬下去，很想把这个先搬下去。搬下去先是，你看他接上，然后敢不敢冲一下？先冲我这个你要不走敢不敢冲啊？冲我就粘上吧，粘上他就我老实一点，老实点他就欺负你来了又欺负一下是吧？欺负的就是老实的，你老实他就要欺负你。那倒是，反正这个也有点看不清楚哈，比较难受。本来还想着黑棋从这儿做活的话，我还可以考虑跟他打劫的问题所以说他为什么不这个断掉，我也还是有点看不清楚我还是有点想把这个断掉，想把它断掉那我就是不是考虑一下别的？对，就是看看有没有别的一些强硬的手段在这个时候打赢了，打赢了以后也没什么好办法，有好办法没有？我打这个，打这个，然后拿什么当接着？就搬下来，我就粘上你有点、你就粘上哈，就粘上，当感觉好像还不错啊。我觉得黑棋黑棋还不错我感觉好像黑棋他是不是还是要把这个吃掉？就顶打你再冲出来，感觉黑棋我是怎么冲问题是吧？靠这个还是怎么冲出去的问题这感觉好像黑棋还可以啊，我觉得黑棋能打着这个都还不错就看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动手我觉得黑棋形状会有一点弱点，要不就粘上，忍一忍，单粘，肯不肯？他退回来，退回来，那我就老实一点然后就一个一个打，冲了拐对，老老实实的，这个要打吗？打不知道先算打吧就打吧，然后再拐一个接上。
街上。那白棋，那白棋好像也有点，也不见得又怎么样了啊。嗯，这感觉还是黑棋还是可战的。我为什么不断打？我这个表示疑问，就是我没看明白啊。嗯，要不然他是不是直接给他打劫呢？这个地方我们给他想点办法哈。嗯，他比如说打直接打这个长冲长走。我现在开劫好像有点过分，打这个，这样，用这个劫，用这个，只有抓掉，抓掉，那我也只能这儿，我也不能被从这儿吃掉。然后再长，长，我把这个也抓了。感觉黑棋也挺黑棋挺厚的，感觉还没活劲呢，黑棋哈，是，好像可战。这个不知道蛤蟆怎么想的，这个到底怎么说？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哈？我们继续看看后面吧，看他们实战吧。可能黑棋有所担心。这种棋呢，就是特别作战的棋啊，就特别难那个粘上。哎，这有个字，粘上了。对，粘上，白棋也粘上。粘上，嗯。把黑棋断掉它。断。断呢就。显示他这个地方白棋已经搬不下去了，渡过了哈，断着一下就已经渡过了，不需要再走。那么黑棋把这个铲过来，就搬，团住。这个白棋也算告一段落，白棋也基本上活了，估计要再来了。从这儿靠进去，无忧将开始捞空了。把这块棋空先给它破掉。活破。当然是脚大一点，这个边小一点，但是也很大。是啊。但这儿破了以后，这边飞吧。现在还没有飞。先刺了一下。啊，中间刺了一下。看起来还有想攻白棋的意思啊。然后再飞这个。注重这边围控啊，先搬一手，搬一手，黑棋冲过来，在这儿藏，先冲他一下，再搬住，先把走重了一点，逼他粘回去，粘回去一冲断了，这个白棋还重了，所以他不肯粘，还要来拖断，他拖了一下，搬有必然性没有？对，还，他想先便宜一下，顺手搬他一下，搬完了连搬。打吃，粘上，再打，断打，粘上，冲过去，再冲这个，冲过去，这样好歹是把自己连上了。对，一个连上把黑棋给冲开了。但从黑棋来说呢，这底下实在了一点。白棋也是处理的还算是很好的啊，毕竟把它破掉了。黑棋现在还得逃跑，两个都逃跑。粘上。再打吃这个，白棋拐回来，那连得很结实，连的是很结实，双方都下得不错，黑棋也挺好的，你看，还是把他逼退回去了哈，逼退回去，然后还获得先手，估计要手脚了吧？是啊，现在手脚好像全盘最大的了，是，现在还没有走，在哪里交换两下？在哦，他接上了，在这儿。不接上的话，是不是人家就长出来了？是吧？有可能。马上要给他长出来了。逃跑。然后白棋虎，黑棋顶打他一下。取得先手了。赶紧把这个尖顶了。哎，这个太大了。全盘最大的地方。太大，这个，但是白棋不会跟着他硬，估计要硬的话，他一搬粘，哎呦，还真硬了。长，他没马上搬粘呢。大，搬粘也很大呀。非常想反点进去，掏他的脚啊！现在就反点进去是吧？对，有点想。
这个挺狠的。本来说人家尖顶之前他是要点三三的，但是人家尖顶之后呢还是要点三三哈。他走这儿，不过你要一飞他把这个吃出来可能也不是很满意，还是尝一个吧，还可以尝一下中腹一等会儿吧。分段白棋是不是觉得自己形势并不坏啊？总的来说现在还看不清楚，白棋这块空挺大的，这块空大概有30有40目左右，倒也不是很多，打黑棋也不少，你看这儿有十目多，这儿有20多目，这儿30多，40多，接近应该有超过50目。那白棋有点潜力，空那个黑棋空挺多的。那是啊，而且黑棋当然这一虎，白棋整个还没有活得特别干净呢。只能说白棋对于自己后半盘比较有自信，靠上去。折腾白棋去了啊！这要再被套了，那就不得了了。那肯定是不能手软了，在这里。再碰，左碰右碰，把它控制住关，这个狠。hold 住。这个年轻人真是出手就是狠招。对。说我控还可以，我跟你说说控，他可不干，他得把你的控全给破了。像这种地方就是完全是靠计算力了。是的。你跟着这个。进入到有些可能甚至要做死活啊，或者是要这个要想的比较远一点了，打劫他没有，要刚才走到底下就有一个死活问题啊，比方说他不贴起来，接到这儿一弯可能就要在底下做死活题了，做死活题黑棋感觉好像也能活死了啊，但活得他觉得很痛苦，所以要冲出来打劫，觉得冲出来更好吧。是，然后白棋黑棋他是尝这个吗？然后白棋粘上，不是，没有、哦、他不是尝的，他是下了找了一什么劫材啊？冲了一个吧，冲了一个，冲这个，然后白棋粘上了，他没有硬劫，然后再把这个把这个粘住了，这个吃了有10、20目，至少有20目，20目，20目以上，但是白棋也不小，也走厚了，上面已经吃干净了都。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白棋少了半只眼，更薄了，显得干，待会儿说不定就要做眼了。是，现在黑棋要想办法攻这块白棋了吧？现在该白棋先掏脚。你看这个尖了一下被掏脚声就挺难受的，对，黑棋并不见得就尖一下就好多少，是吧？尖顶着一下对于脚帮助不是很大，守住半只脚倒是活了，这个还是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活干净了。现在白棋接下来这块棋需要处理一下吗？他就这样就不走了，搁在那儿。这个他棋谱下了很多，这找起来还是有点累了。二路搬一个先手吧。顶断打，先把这个吃掉，以后这一带都是先手啊。hold住。没有，现在没有虎。他没虎吗？他没有虎。没有，还差一点。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大，他跳了一个，现在中间走一下。哇，这个就死拽，只要没死他就往外边跑，这不被罩死啊？想让白棋在里面硬一个之类的，不太可能的，不可能硬啊，在这儿。白棋赶紧把这个吃掉，我觉得这个太大了，这个黑棋虎下去不是先手吗？太想火，第一感就是想火，就是啊，把白棋给赶出去，然后就顺势往中间走嘛。这个有点很奇怪哈，下的白棋活到很干净。然后跳下去。转为手控了黑棋，他的胆子还是真是很大，那就白棋要怎么攻他中间吧，考虑。他先打吃这个。白棋还是下得很坚实。这现在后手肯定后手了，打吃关键是目的问题。但是这黑棋这中间几个子很奇怪，自己还得不停往外跑。跑是能跑，就是说意义是不是那么大，这就不好说了。一手一手的往里跑，反正是靠。靠下去。黑棋也没有硬，
他继续往前跑吗？还是怎么办呢？这块棋，这要补，这要补，这不补了吗？啊，他补在这儿了，还没有注意，人家靠一个，这人家靠一靠下来先手，这白棋当初打吃还是很大呀、啊。嗯，中间要考虑攻他一下吧，这儿长。这彭全的后半盘是很强的收束。现在对黑棋的目数上，好像看着有点领先，但是呢有点薄，所以说这个棋中间这块棋肯定是要受到攻击的。看不一定，还不知道跑成什么样。这个直接连，哦，他贴一个白棋顶，这是外面有个断是吧？对对对。那就先得断，还能跑而已。对，就是说，我跑不了，还是跑不了，跑不了。哦，他这个地方还跑不回去、啊。暂时跑不了。跑不回去，那黑棋很麻烦啊！这块棋怎么办呢？就是啊。他飞这个。嗯。这个黑棋。嗯。然后靠断。嗯。这中间这块棋怎么办呢？不知道。啊、这样气中再贴一个，他再跑。哦，这样跑掉。这个就夹不住，只能退。然后挤。这是逃跑了。终于逃回去了、啊、这样是逃掉了、嗯、他贴在那儿，哎呦好艰难啊，逃回去，这逃回去的中间可能是不是这两颗子危险了，嗯，顶啊，哎，顶在这儿啊、哦、漂亮，直接吃怕吃小也不好吃，他这贴啊这都有先手、嗯、所以他索性就顶到头上来、啊、走在那儿，嗯，这黑棋粘上，哦，粘了一下，渡过，啊，然后虎长，这个还是要看收官，谁收官收得好谁赢。嗯，黑棋薄是薄，但是他也掏得挺猛，现在看不清是不是跳回来了，好像是，啊，跳回来了，跳回来，一百四，然后白棋扑一下。对对，打吃，而且下的还是很坚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哈、哦。确实是。把木梳、嗯，然后一点一点的收掉。这种地方都是木啊，以后。嗯、这黑棋接下来会走什么呢？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地方，好像看起来哈、哦。是跳的吗？有点像跳是不是？这谱有点看不清、有点看不清楚棋谱、嗯、只能靠猜测，走去刺一个黑棋接上了、嗯、这个棋谱是有点花，看不清楚、嗯、找起来比较艰难、嗯，这白棋接下来会走什么呢？你看为什么走这儿打打？这个地方哦哦哦哦，它是粘上的啊，粘上的就是对，它是粘上啊，跳点是。现在这样的话，它这个贴有点先手味道，就是比较大。嗯，粘上，然后白棋，刚才我们摆的是刺这个，它粘上啊。现在有没有它抓掉了是吧？不会抓吧，要走也拐哦，对吧、嗯、我看感觉要走也要拐了，没都没走、嗯、哦，还真接十六，这个是接十六，刺完了它粘上，然后接 P 十七，哎，它走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以为它是提掉的，他好像是粘上了，照他这个谱上说，他粘到这儿了。哦，粘在那儿了是吧？啊，啊，确实是粘的。粘一个是先手吧，有先味。啊，这一段有靠。嗯，对对对。靠，对，他先手。他这里有个冲断哈，是先手。嗯，然后再，啊、怎么会走到这？对对，这儿飞一个，飞这个，飞断它。嗯，这串子还没连回去呢。对。冲过来，还真有点危险，是不是啊？嗯，那
所以黑旗刚才撑得有点猛啊，不对，他逃得太艰难了一点，我总觉得中间，而且白棋中间都没有下特别狠的招。看这个白棋很沉着很厚，一直还是一点一点的，乖，打吃，粘上，基本上要死在这儿了吧？死在这儿，这个基本就结束了。我认为是基本上结束了。看他能不能逃回去，这好像逃不回去了吧？还怎么来挖一个？哦，你要走这儿，一走还断先手。啊，挖一个挺好的，挖一个他打的话，我就贴他已经贴死了，对对对，是吧？啊，他就少吃一点，只要吃住就行了。那肯定够了，吃掉。然后他再加。啊，这一场。啊。那基本上战斗就结束了，所以说高手之间过招一点闪失都不能有。这长他冲过来是怎么回事？冲出来，冲过来，现在刚加吗？他加的，然后他长这个冲过来，冲过来，他是不是粘上？粘上。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真下的妙呢，人家跑了，对不对？在黑棋下跑了，跑了那白棋就。这不一定搞得定了。黑棋挖的这个实战，他先挖的。先挖。然后断打。哇。啊，是这样的，妙手连发，看不明白了都。他提掉的话，他单长一个是吧？这样就行了。对对对，这样单。这样就行了。他不。那黑棋没法办了，那只能弯回去，弯回去被人家抓到这儿了。那黑棋那干嘛呢？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可能没想到人家会是从这儿打。不是不是，他可能是有点说法哈。比如说你走这个，他这个是不是要跟杀气二四克二四克？他杀气吧，还是要把断，然后再冲下去是吧？不灭他不行了。四口气那白棋快一口气拐住就行了。就是。他肯定是要杀他了，就是。对对对。那这么跑了，就不能下了。那肯定不行。是不是？黑棋先挖这个，白棋一打吃，白棋这一打吃一个好棋。他弯，他们送了一下苦肉计，然后再冲回来。跑倒是跑了，只不过就是跑得惨点儿。这活最难受啊。有点惨，看起来，这基本上已经不行了吧？从这个进程上来看，因为也没那么多时间来点这个木哈。从进程上来看，这个棋已经不行了棋已经结束了哈，最终。对。白棋是中盘胜就是说直白的彭权呢是中盘战胜了范廷钰看起来小将这盘棋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彭权老练，我觉得。对对对，虽然下得很积极，但是中后半盘这白棋下得非常的沉着，然后一点一点的蚕食和中间这块利用攻击他中间这块棋，慢慢的把木收上，然后就赢下了这盘棋。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为大家直播另外一盘联赛的主将之战。好，一会儿见。